八关斋戒，功德利益。尊敬的诸位法师，尊敬的诸位同修护法大德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今天的八关斋戒已经进入到第四天，弥陀经啊，常常提醒我们，若一日若二日，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得称彼国。一个人发心修行的人，应当要先了解我们今天为何要来学佛。我们今天为何到这里来念佛，而且又发愿啊，受持八关斋戒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学佛啊，才不会懈怠，才不会懒散，才能够懂得要怎么样去勇猛的境界。要不然在遇到种种的境界啊，我们才不会被这个境界啊牵得走。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很清楚了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这个人生追求什么？再过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一场空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所以佛家里面常说，常提醒我们，人生无常。所以应当我们要提醒我们，今天为什么我要来学佛，我今天为何要来念佛，然后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把这个目的的方向啊，你能够搞清楚搞明白啊，佛家里面所讲的才不会去造业。因为现在这个世间的环境啊，如同释迦牟尼佛在《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五浊恶世啊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非常清楚啊，把我们第六品讲得很详细而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众生这么容易去造业，
母夜夫人呢？问地藏菩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娑婆世界阎浮提众生这么容易造业？今天刚刚听他看他刚刚从地狱出来，明天又进来了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今天的学佛的目的的重要性啊，作为我们自己的参考资料，作为我们自己的思考，我为什么要学佛？所以昨天跟大家已经讲到地藏王菩萨讲经说法之前示现大神通，而且这个神通是示现啊含笑放光而已呀。你看我们的佛像为什么制造佛像是一种微笑的佛像，它有两个意思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十方诸佛如来度一切众生，包括有缘的众生，都是用这种的含笑而来度众生的。含笑就是讲微笑的意思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佛像的微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佛在笑我们啊，笑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，但不能自觉，可惜告诉我们众生本来是佛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自觉啊。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家都知道的，众生为什么不能证得？一切众生无法断除种种的烦恼而不能证得无上菩提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的妄想超过自己的理想，因为我们的执着超过我们所需要的，因为我们的分别所超过我们自己的立场，所以产生种种的困扰与烦恼而不能证得这个原因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释迦牟尼佛笑我们，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，但是不能自觉。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列，中峰国师头一季就告诉我们，觉海虚空起呀，娑婆夜浪流，道人若要寻归路啊，但向尘中了知心。佛法不是在我们这个道场学习的，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来接引众生来学佛，这个道场是一种方便来介绍佛法的难得。然后我们把佛法应用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生活里面呢、在生活里面我们是一点一滴的去体会什么叫做人生无常，就是这个道理呀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才能够勇猛的精进。因为在这个世间诱惑的太严重了，
连释迦牟尼佛2556年前都告诉我们了，五浊恶世没有一个众生当他不证悟啊，几乎都在造业。那个是2556年前，那现在呢，那就不用讲了，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朵所听到的，身体六根接触六尘，几乎都在造业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受八关斋戒，我们应当要珍惜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想要学啊，但是没有这个因缘，大家要忙得赚钱，要上班为养活家伙啊，种种的种种啊。既然今天我们有这个因缘，我们应当要万言放下，把今天受持的八关斋戒啊，能够一点一滴的去体会。从哪里体会？从生活里面。生活里面在哪里？当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起心动念，一定要跟佛菩萨相应，这样学佛才能够有得力啊。从生活里面去考验，去试验自己的境界能不能被境界转，哪怕我们被境界转的，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不怕念起呀，只怕自己没有觉悟，又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与错失，然后来怪别人，那今天学佛不会有得力的。我们人的最大的毛病就是从来没有反省自己，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不是跟佛菩萨是相应的。像师父每一天都在反省啊，当我们在处事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放过事啊？每天晚上我要做功课啊，做什么功课？赶快念佛啊。像我们净土宗里面的师父，每一天晚上做功课，从32篇到37篇，每天来读诵，来反省我的起心动念，我的身，我的行，我的所做的有没有跟佛一样。今天我处事待人接物，与人相处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跟阿弥陀佛的行为一样？今天我来跟人家讲话，我来帮助别人，我要怎么样想尽办法来对众生的服务，我有没有跟阿弥陀佛的行为一样？每天这样的反省啊，我们学佛啊才能够有成就，不但能够制度，也能够度他。所以微笑这一句这个活动啊，这种的方法，释迦牟尼佛又告诉我们第二点，笑我们一切众生。这个笑不是一种不好的笑，笑都是一种欢喜，欢喜众生现在已经闻到佛法了，但是他能够制度制物而能够度他。所以我们看到佛像的意义，就是看佛像这两点，不是看佛像庄严啊，你看多少人看到佛像很欢喜来供养佛，哪怕他是有所求的，佛都不会把他放在千里之外。今天第四天了啊，
我们有这个因缘要把握这个机会。既然我们今天也来发愿念佛，来修持八关斋戒，那我们一定要把万缘放下，好好把今天的功德来做一个圆满的功德。所以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有为我们说一段话，释迦牟尼佛告诉一切众生，也告诉阿难尊者，怎么说呢？当念报恩，颁宣法教，示现人民，为作福田，现者得职，后生无忧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尊者所讲的。我们学佛的人为什么要学佛？为了要来报恩，不但对自己能够治悟，也能够度他。这个我们学佛的目的啊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受八关斋戒，就是落实我们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诸佛如来度化众生，就是以六度波罗蜜为主，以六度波罗蜜而来度化众生的。那我们今天来受持八关斋戒，就是落实六度波罗蜜。为什么？第一条，布施。我们在受八关斋戒都是布施啊，不但为自己服务，而以这种的榜样来给众生做一个样子。这种的布施啊，是从我们的内心啊，发自内心的那一种啊流露出来的布施。这是真的。很多人误会啊，布施都是拿一点钱啊，我拿一点钱来供养，这个是真布施吗？话可以这样讲，这真正的布施不是这样的，是从我们的内心啊流露出来那一种布施，无所求，无条件的，这样才是功德圆满。昨天跟大家讲过了，我们学布施不要学梁武帝，不要学那样的。所以现在的人在一个团体，在一个慈善，为了要服务来做义工，但是他忘记疏忽了这一条。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在六度里面讲布施的，不但财布施、五味布施、法布施，最重要的就是内财的布施。这个内财的布施，就是以虔诚、恭敬、真诚来对待一切，用这种的心态来服务众生的。我们现在有没有用这种的心态？所以很多人来到道场啊，我想布施，你有这个能力不错，但是最重要的，布施建立在一种坚诚功成，以诚实无条件的来供养的。要不然在布施当中啊，我们会不满，我们会不高兴，我们不能去接受，有时会产生计较，有时会产生一种什么嗔恨。我已经帮忙你这么多，我早上来这边做事，晚上又要做一点事，所以抱怨了。所以我们所贡献的本来是圆满的，变成造业了。所以布施的精神不用计较的，我们一定要用什么？用那种慈悲心，像昨天跟大家讲过的大慈悲光明云来服务一切的众生。这种的布施啊，
功德很大，不要说功德，福德非常之大。我们要用这种的心态啊，当我们的行布施的时候，才不会产生障碍，给自己障碍，又给别人障碍，而且这种的障碍将来变成我们的造业。所以布施来帮助别人，最重要的就是无条件的那种布施，才能够圆满达到境界。所以无量劫以来，佛菩萨因地修行，就是用这种的态度。用什么样的态度？用慈悲关怀爱护而不计较的那一种态度来服务人的，所以他的福报很大。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啊，我师父跟我讲一句话，我师父说，出家都是为了要服务一切众生，不管有多苦，连自己的生命舍出去的也没关系，一定要心甘情愿，以虔诚恭敬啊，来服务一切众生。这个是我刚刚出家的时候，我师父跟我讲这一句话啊，所以他教我啊，以出家之后啊，两年，教我做什么工作？洗厕所。刚开始啊，我很不甘愿呢、啊，道场的厕所，你想一想，干不干净？大众都在用啊，然后来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啊，有责任他能够把维持厕所的干净吗？我们不要说别的了，不要说日本、台湾，以前台湾对环保卫生很注重的，你一进到台湾的厕所很干净的，现在一开放，什么国家人都有来了，整个厕所一进去好臭。为什么会臭？没有人啊，把它当作是自己的，就是自私的啊。别人嘛，有别人的事情，照顾自己就好了，别人啊死得怎么样了，不关我的事。洗两年了、刚开始的时候很不甘愿，师父啊，你为什么跟我讲你要服务一切众生啊？去服务也不要叫我来洗厕所吧，我出家是要弘法的，你把我浪费我的时间，这边每天洗厕所，每天不甘愿，每天抱怨，每天骂。很多人现在比如说，我要来做义工，来这个道场，我要做义工的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条件就是无条件的，记得我们来做义工第一个条件都是无条件的，心甘情愿来为众生服务，任何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跟人家计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明白，人家不做的我去做，人家想做的我不跟人家抢，这样来做义工才有意义啊。我们等一下来做义工，等一下计较这一个，等一下计较那一个，等一下这个人不好，等一下那个人不好，看哪一个人不顺眼，听哪一个事情不高兴不欢喜，那我们今天的做义工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的，反而会造业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佛菩萨无量劫以来都是为众生生生世世都来服务，从来没有谈条件的，
众生已经人家一切诸佛菩菩萨想尽办法来度化众生，众生反而回头过来又毁谤三宝，而要来害佛菩萨。佛菩萨从来都不抱怨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跟大家要学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记得诸位同修大德来到道场，我们一定要想，我今天有什么事能够我帮忙的，想尽帮忙，想尽办法来帮忙，从来不计较。人家不想做我来做，人家想做的我不跟人家抢，欢欢喜喜来对待一切人。昨天跟大家讲过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所示现的神通，第一个神通就是大欢喜光明云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尊敬的追同修道的，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有一天啊，刚好啊，我在洗厕所的时候啊，在旁边突然间有一对夫妻啊，上厕所之后他的先生啊就讲，诶，这个厕所很干净啊，一进去啊感觉很亲切，好像在家里一样啊，大家用完之后心里非常的欢喜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我今天所做的，所以晚上啊我去问我的师父，我师父跟我讲，这个就是佛法度众生啊，不见得要坐在大殿，坐在大椅子然后在那边弘法，不见得。度众生都在生活里面，怎么度众生？以佛作为榜样，佛的榜样都是以慈悲为本，佛的榜样就是以智慧来对待一切众生，佛的榜样就是以欢喜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人。今天我们在厕所虽然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给人家欢喜，我们给人家开心，你就是在帮助众生种善因。我师父跟我讲了，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我很开心，每天拼命的去洗哦，那个时候我很拼命的，我没有想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真的很拼命的。啊，有时候啊，忘记了，一边洗厕所一边唱佛歌。真的啊，哦，以前我很喜欢啊，唱一首佛歌啊，就是地藏菩萨的名号。啊，南无地藏王菩萨。刚好我师父走过，哎呀，我师父跟我讲啊，他也没有跟我说，晚上啊，把我叫他去房间里面去，跟我说你不恭敬。骂我不恭敬，你不恭敬啊！师父，我有错在哪里啊？你错在哪里？你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不恭敬。后来啊，师父一直在讲我这一句话，想来想去，讲了三天，才讲出来啊。啊，想什么？就是啊，唱佛号在厕所。后来啊，我就去找我师父啊，师父对不起啊，弟子明白了，师父是怪什么？那你说不可以唱佛号。对了，好了，你去大殿，去
去拜佛一下啊。所以啊，我师父啊非常对我的关怀，所以我这一生出家有两个老师，我最喜我最感恩的，第一个就是我剃头的师父啊，他的定胜法师，他是我们印尼佛教会的会长，是世界佛教会的副会长。所以师父十月份又去中国参加论坛，代表我师父十月份13号啊，参加世界佛教会的论坛，中国啊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学，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就去做，拼命的去做。后来呢，我师父说啊，你可以唱佛菩萨的名号，但是在里面，所以我很多常常看到我们的同修啊，净宗的同修，常常把那个念佛机打开，好不好？很好，但是你们没有道德啊。什么道德呢？当你们要进厕所的时候，赶快把那个念佛机关掉，不能把它带到厕所里面啊，一边上厕所一边把那个念佛机打开，很不礼貌的。以前悟行师父也是这样啊，忘记了把念佛机带到厕所，刚好老和尚走过去啊，就跟悟行师父讲，以后不可以的，这个不礼貌啊，这个厕所啊是不会的，不要的啊。所以啊，我第二个老师最感恩的就是我们的师父上人净空师父，所以我常常啊以这位两位老师作为我这一生出家的教诲，因为我们出家的祈求没有别的，就是希望能够啊来报答一切众生之恩，因为我们出家的生活都是以众生为本，我们一切的生活就是众生赐给我们的，那我们用什么样来报答一切众生呢？没有别的，断恶修善。我们怎么断恶修善呢？每一天都是要听经，每一天就是要来学经教，每一天要来念佛，每一天要来修行，断我们的种种的贪嗔痴慢疑这五毒的内容，作为我们的修行的标志，然后来报答一切众生之恩。所以我每一次讲经之后，我会回向啊给一切众生，特别的就是来听经的人，我会回向给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的功德，你们来听经就是在支持三宝，尤其僧团里面就是这些法师能够更努力来学习，这个叫做报众生恩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今天我们最大的布施要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我们的内心呢、流露出来的那一种心态，一种心态，我们所讲的是从真诚、恭敬、本慈悲，从这里来的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今天想要修布施、广修供养，首先从我们的心态开始。不管哪一个人，我们今天来佛堂，我欢欢喜喜来帮忙、来帮助。别人看不惯是他的事，最重要是我怎么样对待我自己和对待别人，那个才是重要的。所以今天你们有这种的难得来受持八关斋戒，从不杀生、不偷盗、
不饮欲，不须狂欲，不饮诸酒，不歌舞，昼夜相慢图财，不坐高广大床，不非时时，就是在行布施了。所以在不歌舞昼夜相慢图财这一条，我特别的强调，就是我们既然要发心受持八关斋戒，既然我们要发心来念佛，我们要尽量避免，比如说我们的手机，一个手机就是一个世界，所有的世界的资料全部都在里面了，所以有必要的时候真的很重要，我们才来拿来处理。当我们不必要的时候，不重要的先把它放在一边。因为什么？一日一夜啊，很短的时间啊，因为受八关斋戒的功德不可思议啊。佛告诉我们，六十万世衣食无忧，这种的功德非常之大，而且这种的功德将来帮助我们念佛的人能够证得上上品的往生，你说功德有多大？很大。所以我们这一条原因就是要培养我们的心清净。所以以前释迦牟尼佛的时代的时候，来传八关斋戒，来受八关斋戒的，都在一个团体里面的，在修行啊。有一些人喜欢打坐就打坐，有一些人喜欢念佛就念佛，有一些喜欢听经的去听经，有一些人喜欢背经的去背经，他们的工作每天就是这样，关照他的这一颗心，不要被污染，不要被干扰，怎么样来培清净？为什么？八关斋戒时间太短了，而获得功德无量无边。这个是我们所受持的八关斋戒的用意，就是在这里。八关斋戒，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话，可以开源，比如说身体不行，需要开源，没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我就跟大家解释到这里。明天呢，再跟大家来讲一讲阿难问世佛偈雄经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，当念报恩，办宣法教，示现人民为作福田。这个跟大家明天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今天呢，恭喜大家，大家能够发愿来学佛，发愿来念佛，而且又发愿来持戒，这个就是佛菩萨讲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净土难信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今天师父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要勇猛的静静珍惜这一颗的生命，把这个生命啊应用在生活更有价值的，让我们这个生命啊能够更幸福更快乐。怎么能够快乐幸福呢？从智慧下手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你的慈悲而来的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你的慈悲心来看待一切众生，自自然然智慧就开了。所以学佛没有别的，求智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怎么求？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谢谢大家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起立。大众请立起。